杨天兄，这坑是为你挖的，剩下的一半，你自己挖吧。啊，大师兄，哼，大师兄，你眼中难道还有大师兄的存在吗？大师兄，不要再叫我大师兄。杨天兄，你不但夺去了师妹，还抢走了忠义堂，使我含辱离开镖局。这些年来，我所想的，就是有朝一日接掌忠义堂和夺回师妹。 大师兄，你知道师妹爱的是我，而且接掌忠义堂也是师傅的命令，并不是我。更好，要不是杨振远那老屁妇处处袒护你，我早就得到了一切。哼，现在的老屁妇做鬼去了，你再没有人可以做靠山了。大师兄，我不许你侮辱师傅。好，那你就让出忠义堂和师妹，我就不为难你，不然。 你就拿命来！大师兄，你不要动怒！欺人太甚，我只有奉陪了。 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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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